昨晚准备下雪了，现在是早上的8:08，今天是12月20号，我们来看看外面的雪景啊。哎，怎么出太阳了？外面是下雪了啊，这个雪下的。哎，看看这边有个窗户，是靠海的窗户。这雪，海边的雪景真漂亮啊！这为什么出太阳呢？天气预报说今天是上午中雪，下午大雪。再把这边一个窗户打开，我这个窗户啊有三个窗户，你看，都能闪到雪。这今天下雪啊，我就不走了，就在这地方。待会啊，中午啊，必须要烧个锅子，喝点酒啊。下雪天喝酒才有味道，才有意境啊，才快活。我把房车窗户的影视帘全部拉下来了，然后太阳照到玻璃上，房车里面马上就生了。像我这个床铺，三个窗户。能看雪景，能看海景，这样躺在床上又能晒太阳，多好啊！上午就在床上啊，赏一赏雪景、海景，这感觉。其实就这样子啊，我躺在床上也睡不着，就这样子嘛，看看嘛，晒晒太阳嘛，这感觉我喜欢。起床了，威海这边啊，我估计啊，最暖和的也就是南海，这一片好像都在下雪吧。就南海这边还在出太阳，下了点雪，现在太阳也给晒化掉了。行，洗漱一下啊，刷牙。我这该要动要走的念头啊，雪又下了，这个雪下的还是大雪，这是老天留我，不让我走啊。那我就不走了，今天就不走了吧。这个雪下的很大，下雪我就喜欢。这下雪啊。露营也没事啊，就在房车里面整点吃的，整点喝的，啊，这雪下的好。生姜枣茶是必须要喝啊。刚才那个雪给太阳晒花了，你看这么大雪又给下白了。下雪我们炖个牛骨头吃啊。这冰箱装的是满满的啊，都是肉，牛骨头啊，我买了一根整牛尾骨，啊，分了几包，拿一包出来啊。哎呀，等一下，这下雪在外面烧饭，这感觉好啊，用户外拖拉机。焯个水啊。感觉南海这边的温度啊，和我们家差不多，不是很冷。现在又出太阳了，算了，我也不走了，时间早点也无所谓啊。不行，明天到南北海嘛。这里算了吧，现在待一天，正好把我太阳能也充充电，有太阳。这里是一会出太阳，一会下雪，那这雪又下大了，骨头拿到房车里面烧了。盖一片生姜啊，这开的是小火啊，给它慢慢炖吧。我们到前面转一转，看有没有市场。这雪又下大了，走到市场转一转啊。牛骨头啊，里面再搁点豆腐比较好啊，能买到好，买不到就算了吧。我这里还有大包菜。雪现在是越下越大了，感觉有点冷了啊。来这两天啊，一直在海边逛，这边也没逛过，找不到市场，我就找大型超市。哎，这下雪在这里走一走过瘾。大型超市啊，关键是路不熟啊，绕了一大圈，绕了一个多小时，来到南海新区大型超市。跑了有一个多小时啊，这牛骨头肯定是炖好了，因为这火小，等它烧开再炖啊，应该差不多了啊。来来，我们来把饭热一下，也像这样的。这个今天一天只吃一餐饭了，长到现在都没吃，现在已经3点多了啊。这个超市还是蛮大的啊，蛮远的。来了馒头，这个早上吃比较方便啊，关键啊，这个买了一个茶点，这地方太冷了，没有茶点东西。然后我不是想吃卤菜嘛，买了点猪头肉，猪头肉。
这个做肩胛骨的啊。在户外买菜，一个是要好洗，还有呢，尽量少炒菜啊，一锅炖是最好。看看这个牛骨头好了没有啊？清汤骨头啊，肯定是不好吃，搁一块火锅调料啊。这饭肯定是好了啊，把骨头搁在小锅里面，水就不要了。骨头汤搁在这里面，直到下雪天啊，吃点骨头汤好啊。炖花了啊，这骨头都炖花了，准备开吃啊。老酒把它温起来，毛布黑条倒起来，锅里倒上热水，牛骨头啊，非常的哇塞啊！今天吃清汤的，今天要吃点辣的了啊！边烫了点大白菜，冬天啊，一个锅子，一壶老酒啊，这里还有花生米、香菜，饭也热了啊，就给它温一下，吃口饭啊！今天走了很多路啊，今天是我到南海来走的最远的，从这边啊，一圈绕过来的。大冷天啊，热气腾腾的锅子，你看，大骨头，好，这个酒热了啊，倒一杯老酒啊。啊，露营就像这样啊，最舒服。来，站一碗奶，敬你们啊！这个骨头搁点火锅底料啊，觉得好啊，味道绝对。豆腐皮啊，给它烫一烫，昨天没吃掉。香菜来一点。下雪没事啊，今天就坐到房间里面喝点酒了。露营嘛，到哪都是玩。不过再怎么玩啊，安全还摆在第一位。就这个骨头汤肉特别好吃。骨头上的肉啊，又比较多，少少的。来，三位们，敬你们啊！今天就是吃了啊，我也不想什么仪式感的。里面骨头也给我吃差不多了，没有了。还有半杯酒啊，我就慢慢喝了，主要是吃点饭啊，这一天吃一张饭，下次不能这样了，这样把身体搞坏了。还有半杯酒，就把喝掉了，喝到我吃点饭了。
我也伺候了。哎呀，火锅底料是很难洗，但是我把它洗，这个洗这个要技巧，先用纸擦，擦过以后用热水再擦，这样又节省水又能洗干净。我现在把房车的几个窗户啊全部打开了，给它透气，火锅底料那个味道给它窜出去。门一开了，下来抽香烟啊，看海面上的云、夕阳多漂亮。外面又飘起了雪花来，进房车，把门窗都关起来，把里面气打开，烧点水洗一下。所以说这个大海边，就我孤零零的一个住户啊，在房车里面还是很温馨啊。洗洗我也早点休息了，把车辆打开。这一天天的过得真快啊。我喜欢房车灯开着，门帘都拉起来，在房车里面这种温馨的感觉。说明天啊，我看我是要换地方的，这个地方啊没水，也不方便啊。明天能不能离开南海，还要看明天天气啊。在海边我也待了两天了，明天如果雪不大啊，我要换一个这个生活设施好一点的地方。那今天就这样了，加油完吧，我就休息了，我们明天见。